新鲜生命新潮，跟住边来看的是第31届嘉义市国际观光节采街嘉年华，伫咧16号下晡在中央喷水演馆登场。今年参会队伍数量破纪录，邀请到6队伫咧全日本观光技巧比赛当中，摕过20届金奖的日本观光团队，阁有47队国内队伍参加，盛况空前，相当精彩演出，极为所有来到嘉义的乐迷，阁有游客留下精彩难忘的回忆。举办进入第31届的嘉义市国际观光节，上届受到瞩目的采街嘉年华，16号下晡在嘉义市知名地标中央喷水池圆环登场。首先由马来西亚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管乐团分享城市乐章，上来来由日本嘉悦有名中高等学校本造乐部带来的充满青春活力、热情满满的行政管乐演出，带动现场气氛。管乐采街队伍则是伫咧在地代表团队，家己女中乐旗二队领军，对中央喷水池出发。6队日本的管乐团队接力登场，响亮的乐声加上充满创意变化的采街队形，和整个城市拢充满着嘉年华的热情气氛。今年参加采街的队伍数量嘛打破纪录，总共有53队的管乐团队聚集伫咧嘉义市，包括6队来自日本的管乐团队，阁有47队国内优秀的队伍参加，盛况空前。尤其在这个时刻呢，经过了疫情，今年来的国外团队特别优质，特别好。那今年呢，可以说是最狠，可以说来自世界各地最优质的团队要进到了嘉义市来演出了，国内国外。我想我们很高兴，今年特色呢是含金量最高。甚至我们在定点表演的时候，有四个最优质的团队一起来表演啊，他们合作演出，还有很重要的采街呢。今年呢，可以说是最有史以来最多的队伍，因为每一个队伍都争相经由我们最专业的老师在评选之后，有53个团队进入到嘉义市的国际管乐节的采街，可以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1号，那这么多天当中有80多场的室内室外的演出，整个嘉义市就是我们的场域，我们管乐的场域，一起来嗨翻天。今年观光节一连串精彩活动将延续到明年的1月7日，长达18天，超过70场的演出，邀请来自芬兰、日本、香港、澳门、马来西亚等等各地知名团队共享盛举，超过13组的团队和音乐家轮番到台湾带来精彩演出，邀请全国的民众到嘉义市享受观光的气氛和乐趣，体验观光之都的城市风景和魅力。相关的资讯会当上嘉义市政府文化局，或者是2023嘉义市国际观光节官方网站来查询。最新新闻，就定是黄秀珊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好了，我们中山女高在讲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